喂喂，我们有麻烦了！我开门的时候掩护我。这些法西斯主义者知道厉害了吧？可恶，泰德，你是个混蛋，但不该落到这种下场。对了，我叫康纳。嗨，你好，我正在调查这次疫情爆发。你了解事情发生的经过吗？我只知道这群混账军人当时在购物中心正门附近，不知道在看守什么最高机密。不过来了一个记者。什么记者？他的名字很像男生，一时想不起来。是维克。维克现在在哪里？他躲在购物中心的保全中心好一阵子了，可能还在那边。我们得去保全中心，那里应该有武器。好主意，不过我要一个人去。什么？听着，这次疫情爆发很可能是这些混蛋佣兵进行了某种实验，现在我必须去找出原因。不是针对你，只是我不想要有警察在旁边管我。好吧，我会进城去安排救援行动，你发现什么就跟我说。好，如果我有时间的话。好吧，我要离开这里了。West Ridge 那里组织起了民兵，我要加入他们，多杀几个混蛋。各位再会了。韦斯特，祝你好运。真幸运，我就是需要个吸引人的大独家新闻。
Yeah.
真是多谢啊！ 这才像话！ 各位车手，发动引擎！尖叫吧！
这是弗兰克·维斯特，深受大家喜爱的摄影师兼大好人。哇哦 ！You won! Come to the center podium to claim your prize. Please note that all the prizes are not transferable. No cash value. Not in exchange. With no insurance. We're not FDA approved. May not be used. We're limited to that.真迷人。好吧，康纳说 Vic 躲在保全中心。我得查出他发现了些什么，然后就把他踢出城外。看看这些消费级的烂东西。